想消火跟这很适合就家里很久真的那他们要取名字不知道可以取一个有趣的名字娜娜的杂货店，娜娜的二手书之类的。但是我今天呢，特别准备的就是有一家真的有点像百宝箱，什么东西都有。那我特别选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双鞋，而且是我的战鞋，就是我的生平唯一一次的海外马拉松，旧金山跑马拉松，我就是穿这双鞋的。而且旧金山，因为它是上上下下的，对，上上下下的坡道的地形，所以特别的艰难。所以这双对我来讲很有意义。希望他得标的人呢，也可以承载着这种往人生的各种方向去跑。遇到高低不平的那个状况障碍，都可以迎刃而解。对，没错。因为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希望在他亮眼。大哥，你快遮到他脸了。没关系，我脸还蛮大的，不容易遮到。所以希望大家量力而为啦，主要是我觉得是这个